啊，你那个是火箭的电风扇哦。那个。啊，不是啦。那它会转吗？哦，那真是都你用口水哦。都会转转转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星球的。哦，这个是人造卫星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其他的星球。你不知道啊？哦，人造卫星呢、啊？它就是像，它会在外面飞啊。那我们这个是地球啊。哪一个？哦、啊，地球、这个。我们现在要打电话，就是都靠人造卫星的讯号啊。是哦。这样你才可以打到别的国家去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才可以上网看很多影片。哦，啊，你看到的 Spider-Man 也是经过这一些卫星，它去传送讯号。嗯。是哦，那钢铁人呢？钢铁人也是啊，他们都在美国啊。美国是哪里啊？美国在我们住的这边的另外一边，就是我们住在这里，然后美国在这里，在另外一边。可是我想要去这里耶。那你想要去这里以后，你长大要搭飞机去啊，要搭很久很久的飞机哦。很久。对呀、啊。这样叫飞飞飞飞很久了。对，就从这边这样咻，到这里来。咻咻。你要这样子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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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赚到了！哦，要这样从这里飞到这里来，才可以去美国。是哦，对呀、啊，像我们去菲律宾也是一样啊。要长大吗？对、啊，要存钱啊，啊，你要存钱才可以去国外玩。哇，哇，这个很多蜡笔耶。不是啦。你看这个有没有像蜡笔？你看这个有没有像蜡笔？嗯，不然那个是什么？蜡笔呀、啊。蜡笔小新。是蜡笔。那是蜡笔，那是火箭。对哦，有很大，也有很小的火箭。一个，这有五，然后这个有三。哎呀。还有二。还有二。对。然后它会发射，这种会发射，然后蜡笔就放旁边，它就继续发射出去。哦，然后从中间这里会打开，就放出刚刚那个人造卫星在外太空。我等你看哦。我等你等哦。你看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！你看，一层一层一层，那其实大部分都是燃料。对。哦，都是燃料。它有很多种，你看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它就从这样，砰！然后这一个大大的燃料，砰，就掉下去了，然后再砰飞到第二个，这一个又砰又掉下来了。最后剩下这一点点，哦，一点点在这边在外太空，就是卫星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去到外太空就没有重力了，它就可以在那里飘啊。是哦，这个是土星五号。这是火星五号。土星五号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妈妈有对我说过。那真的是土星五号哎。对、啊。那这个是联合号。好多好多蜡笔哦。嗯，这个是长城二号，中国的。嗯，大部分是美国的、欸。嗯。美国。美国的 NASA 是现在航空局是全世界最是还是最强的？是啊，是美国的、啊，在地球啊。美国。对啊，那这个是什么号？好像战斗陀螺。那个是战斗陀螺号。